各位，我们疫情期间大家都只能在家嘛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哎，我就想到，嗯，这个可以拿来玩。那因为呢，其实我们要用的这语音辨识啊，还有朗读，其实不用开发版也可以玩，连模拟器都省下来哦。哦，所以您看到哈，这里这个是我的教学文章，下面这里是已经做好的版本，好，你可以从下面这里打开，你改开新版本就好了。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，你有没有感觉我的比较多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拍拍手，好好笑，回答错误，答对的，很不错，这样不行哦。如果你要偷懒，上课咯，下课咯，有没有可以两个用在一起？这样我就做一次就好了。而且呢，我不只可以播声音，我也可以播影片哦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嗯，那我们马上来试看看好不好？有没有哪位老师要来前面玩玩看？都没哦，试看看啦，真的真的，你现在身边就有一个音效卡，有没有老师要来试一下？前面这位老师来一下好了啦，就是你啦，你家己我上紧啊，我最后找你啦。刚刚你有点 delay 到了，对不对？他不太想理你。嗯，我们让你玩玩看，你看哦，我这个做下去，我有一个执行。好。要跟他说拍拍手什么的。都好啊。哎，要麦克风在这边。拍拍手。麦克风在这边，好好笑。回答错误。答对了。很不错哦。给我搞搞掉。这样不行哦。你看这样就没有弄到了，有没有？这样不行哦，没反应。子涵可以接受吗？上课喽。有没有打钟？我们待会下课可以用这样吗？下课休息十分钟，你不用等他打完哦。你看，线上课程有没有要下课休息十分钟？我刚刚是不好意思先用这个。那大家练习的时候，我就怎样播放音乐？播放音乐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他先讲出来吗？你看，练习时间我们就听音乐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只差一个不会，差哪一个？播放 YouTube 对不对？其他的你会的、啊、OK， 这样老师有没有信心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播放 YouTube 在哪里。各位老师，播放 YouTube 的话是不是扩充功能？而且要哪里？你要自己先扩充这里，是不是要先打开？你还记得吗？刚刚一开始讲的扩充这边有没有这个？你要把它按下去哦。好，你按下去了之后，再扩充功能就会多一个。你看我这里很多，呵呵，有没有这个？里面是不是就有积木了？那你可以延续老师刚刚的这边。哦，你看掌声完了，我可以怎么样？可以放一个。事实上，老师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连这个开发版的积木都没有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连开发版积木都没有？你只要开网页就好了。因为如果我不要用到它的功能，什么那个 LED 灯啊、按钮啦、啊、那些我不要用的话，其实有没有积木都没关系，不，有没有那个开发版的积木都没关系。这样了解了？好，也就是说我这个部分我不要用而已啦。对，你连开发版都省下来了，程式还是一样做它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先请大家把 YouTube 扩充程式先把它加进来。等一下，我们弄一个来试看看。来，好，这里我就顺便跟各位提一下，如果你真的啦偷懒，要播放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复制？但是这样子
会跑到这里哈，所以你就按下这个 Ctrl 加 C 就好了，然后来这边 Ctrl 加 V， 有没有发现他要求你？好，再一次哦。没有，好，点到它 ，Ctrl 加 C， 来这边 ，Ctrl 加 V， 哎，没有，贴上贴上，哦，在这里，哎，为什么贴不进来？我刚刚应该是按允许吧？好，贴上贴上，哎，不行，没关系，老师你可以试看看哈、哦，如果你想偷懒的，你就用这样直接复制贴上就好了。好，我不行，就 叫我要认真教嘛。从这里 ，YouTube YouTube， 好，点到它，好，那我就来这边，先在这里，你就叫它播放什么，对不对？那你把 YouTube 网址放进来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假设了哈，假设我播这个，好，那么我就按这两次呢，就是要跟老师介绍。所以我回到这边，你把网址贴上，这样子就好了。但是我们会遇到一个状况，什么状况？哎、欸，如果你要播的刚好不是从头开始怎么办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我不假设我要给同学看，我可能是从指定某一个时间嘛，所以它是有一个积木可以做这件事情。你看一下，一样跟 YouTube 有关的就找这里，你看看哪一个是指定。时间的有没有前往第几秒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你要他播的时候，你就跟他讲，哎、欸，你先到第几秒之后再来播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看我们在这里，哎、欸，我到后面，好，这里4分04秒，所以老师自己换算一下，哎、欸，所以数学课可不可以用？可以嘛？哈，加减乘除嘛。6424，对不对？244，好，我就知道了。244秒的地方，244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只要有包含笑脸，它就会执行。哎，哎，等一下，看一下播的应该是这个。怎么会一直跳这个？跟他没关系。好，哎、欸，还是他真的有把我积木放进来了？该不会他有把我积木放进来，但是我没看到？哎、欸，没有。他怎么这么喜欢笑？我这边应该没有执行，对，因为 我怕他刚刚是不是那个我有贴过来，他抓到的是那一个，好，再贴一次看看，好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他很想下课了，但是老师你知道在哪里了哈，好，给你试看看。好好好，他刚好就是要下课了，然后所以你看电脑很现实，有没有？这样老师有没有好玩？有啦哈，那我们下次是那个好像是21号，对不对？啊不，我看一下，20号哈，20号，我们再来跟大家玩更多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